无人机望远镜妹妹消息称，旋翼无人机 UAV 平台供应商 UMSSGALDAL 宣布，他已加快其员工队伍，并加速 SKLDARV200 无人机及其变形的生产线，以实现一系列新合同的胜利。图片来源于网络，在过去的12个月里，公司经历了近100名全职员工的扩张，在瑞典林雪平和瑞士增加了74，并且仍在积极寻求填补职位空缺技术专家的位置，包括设计工程师、飞行员、项目经理和机械师。此外 ,UMSSGALDAL 正在与20多名顾问合作，其中至少有5名专职人员转为全职员工，还有全职专职技术人员和操作员。他们在 Skedfor 位于 Tvidebæk 的瑞典工厂制造厂进行外包制造业务。该地位于林雪平的 UMSSGALDAL 瑞典基地以南数公里处。UMSSGALDAL 首席执行官 Axel Kavali Bjorkman 解释说，凭借大量订单，我们计划增加资源，包括设计、建造、飞行和维护我们的旋转无人机组合的高机能技术人员和管理团队。对于 UMSSGALDAL 来说，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并强调全球对海军和海事客户的战略重点是利用我们无与伦比的能力做出的正确决定。这些包括北约 Standard 标准化协议和规定，例如和重型燃料发动机。这反过来就是我们的大修间隔时间 TBL 远远优于我们的任何竞争对手，以及经过验证的有效载荷传感器如 VON 光学雷达系统的信心。制造和客户接受以及飞行培训计划与有针对性的全球营销和业务发展战略同时进行，由业务发展负责人 David Williams 领导。他解释说，我们的工作方案赢得了包括海域在内的各个行业的长期目标客户，让我们专注于优先和实质性合同，使我们能够在前所未有的建设计划的同时进一步加强我们的研发业务。同时 UMSSGALDAL 继续建立战略性国际关系，包括德国合作伙伴 ESG 作为德国海军合同和联邦国防军的主要负责人无人驾驶团队MUMT 的直升机事业。通过收购位于德国斯图加特附近 Benningen 工厂的 HERF 业务，包括研究、开发和制造采用创新的二冲程发动机产品和技术，并在奥地利维也纳进行全球销售。 Nordic Command 和 NORC 挪威研究中心 AS 为欧洲海事安全局多角色运营，与合作伙伴萨博一起作为 OCEAN2020 的一部分，这是与欧洲防务局计划相关的最重要的项目。2019年在地中海举行示威活动，由意大利海军协调，并于2020年在波罗的海进行，由瑞典海军进行。在澳大利亚与 Air Force 合作为多旋翼无人驾驶无人机组合和 Sentient Vision Systems 的 VON 的视觉检测和测距提供独家维护、修理和大修 MRO 和技术支持服务，这是一种既在持久广域海事搜索系统。 Kavali Bjorkman 总结道，我们支持瑞典和瑞士的双胞胎业务，在研发、航空电子和软件开发的支持下，拥有原型制造和测试的卓越中心，发挥了我们的跨国专家和高度积极的工作人员的巨大优势。作为一个团队，关注我们，精彩不停。